这药日后可有影响？不会。哎，就当是逍遥外无端，喝了一点事都没有，别怕苦。 以后可不能再冒险了。臣没冒险，胭脂说了，有九成把握呢。那也不许。玉儿，朕曾为了皇位放弃了一切，可如今，你跟皇位一样重要。 世渊呢？如掌旗人所料，逃了，很好。事成之后，大将军之位就是你的了。我只要我的儿子。封将之日，就是归还令郎之时。 西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嗯，好一出大戏，如此的严谨，如此的周密，如此的让人措手不及。你的意思，本宫冤枉你了。大人，你如此多疑，为何不怀疑你身边这位呢？程上公，这是要拖人下水啊。 我何时得罪过你了？在你和程若愚串通，陷害我时，证据呢？我没有证据，但我知道是你。光凭齐燕跟程若愚是收买不了沈老的，只有你藏在大人身边的女人，才有可能布置今天这一切。爹爹。 女儿无话可说。报，大人，说，按诏传信，镇吴军弃与出动。你先下去。是。程曦，你还敢狡辩？看来，令旨指控你的三件事：丹凤楼的机关，镇吴的军队，现在都已确认。那么。 安王的病，也是你做的了。
奴对大人一片忠心，无奈受此贱人迫害，为求自保，只能行此下策。你放了他，本宫暂时还相信。大人，恐怕不能。爹爹，成心，爹爹不用管我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放了他，有话好好说。看来大人很疼爱您这个义女。 可惜您看走了眼，总有一天，您会被这只披着羊皮的狼啃得连骨头都不剩。成心，成心，你跑不掉的。放了掌旗人，本宫赐你全尸。 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你走吧。邱子良，你竟然也有软肋。让他走。 大人，什么事儿？不好了，袁中统带了一帮人去市中统门前叫马，两枚打了起来，死伤无数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两个时辰前。两个时辰？怎么没有人通知本宫啊？属下派了数名士兵回来禀报，都被门口的守卫拦住了，说是大人有要事要处理。大人，不见任何人。大人不好了！袁中统受了重伤，另有四位神裁军副将死了。 石渊呢？石中统不见了，江中统命我来请大人。陛下到。